雷警官，我以华捷警察局局长的身份，要求你立刻停火。我是租界警长，真是租界，你没有权利来命令我。在国际法上都一样，人质事件首先要进行谈判，闯入和射杀是最后的手段。你们身为警察，应该要保护人民的安全，不是向你这般屠杀。300多条人命啊，长官！我再说一遍，请立刻停火。 如果有女囚出来，全部都给我击毙！快住手！快住手！ 不要开枪！停火！停！